Thank you.
今天我快要紧张死了。太可爱了、欸、我真的很紧张，就是这个真的比就是走金曲奖红毯还紧张。好，然后今天很开心那个诗青罗琳邀我们来，然后其实我们就已经约定很久，就是要一起办一场表演了。然后就是最近今天是五九十年，就是暌违三年第一场嘛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紧张，然后很久没有在就舞台上听到自己的声音了。然后好，很好、啊、对不起，我有点是不是有点醉。下一首歌叫好了没，